嚟食嘅蛋區嘅 Kiki。 上次在斗門變遷呢條片入邊我同大家分享過井岸大橋同埋大順新都會等等，而今日我再次造訪斗門，嗱，我依家所處個位置咧就係大順新都會嘅六樓樓頂啦。卡丁車場我相信大家都見過啦，但係咧好似呢啲咁可喺商場樓頂頂樓嘅咧就係比較少見啦。走，我哋即刻買飛帶嚟睇睇呢個空中卡丁車。望下呢度，嗱呢个咧就系我哋68米高嘅海珠之星啦，摩天轮。嗱，其实呢个空中卡丁车咧嚟到呢度咧，首先佢楼上咧系一间清吧嚟嘅，我可以带你入去望一望先。我想要一个单人车的票。单人车100一张。哦，100。嗱喺呢度如果是单人车的话普通正价就是100元八分钟嘅。双人车的话，普通正价就是150元八分钟嘅。咁如果是会员的话咧，哇，个会员价差不多几乎是二分一咁滞。单人车就68，双人车就80元嘅啫，一个105元，一个80元，其实都争得比较远。是的，嗱，非常之方便，攞二维码滴一滴就搞掂啦。嗱 ，OK， 呢张就系单人车嘅票啦。好，我哋依家可以落去准备。买咗票之后咧，就可以嚟到呢一个等候室呢度慢慢等下啦。咁啊，阵间咧就会有工作人员啦，帮你去戴呢个头盔嘅，做好一切防护措施之后咧，就可以上赛道啦。嗱，啱先咧，工作人员就同我讲啦，由于头先咧落咗一场雨，咁所以咧个地面咧系会有少少积水嘅。如果咁样嘅话，就会容易造成打滑啦，又或者系飞啲水上嚟整邋遢你件衫啊。所以咧，我哋就唯有喺呢度等一等，睇下可唔可以啲水乾少少咧，再去玩嘅，咁啊可以有更加好嘅體驗啦。咁但系喺等嘅過程中咧，都唔使驚悶嘅喎，因為就喺呢度除咗卡丁車之外咧，嗱我哋見到啦，仲會有桌球嘅，然後呢邊咧，哇，仲有得健身添啊，仲有得操拳添啊，所以咧嚟到呢度，就算唔玩卡丁車嘅朋友仔咧，都唔驚悶噶。如果以上的娛樂女士們你哋都不啱的話咧，唔緊要，有我哋最喜歡做的一樣嘢就是影相打卡啦。嗱，嚟到呢度啦，佢會有各種嘅賽服免費提供俾你哋喺度影相，而且呢度咧亦都有好多好靚嘅背景可以隨時做封面噶。不過因為而家由於疫情原因啦，所以賽服嘅話咧係暫停提供嘅，但係都唔緊要啊，因為其實喺呢度咧真係滿滿嘅儀式感啊！知點解？哇，呢度仲有個領獎台添啊！你企上嚟呢度。揸住个奖杯影相，哇！突然之间都有一种高人一等嘅感觉啊！好啦，等咗有一段时间啦，咁啊喺着上相应嘅保护措施之前咧，有一样嘢要做嘅就系登呢个啦，哇！安全知识培训答卷啊，真系有一种好似考车牌嘅感觉，仲要做做卷先。是不是要除口罩那隻啊？哇，真是好多东西，全套装备，全套装备，哇，突然觉得自己好型啊。上面咧會有個二維碼，咁喺入場之前咧跌一跌就 OK 噶啦。哇！入到嚟呢度咧，真係超多車可以揀啊！
咁樣嚟到呢度之後咧，我要揀我最中意嘅 number 先，就呢個啦，17號，因為咧我嘅花名叫七，所以咧一定要揀個17仔。呼吸，請注意：一、左腳收收，右腳扶門，兩邊不能同時踩；二、駕駛過程中雙手必須緊握方向盤，不能單手，甚至雙手離開方向盤；三、卡丁車有道路的，中途不能。我發覺咧，卡丁車真係我個快樂源泉啊！係可以無拘無束咁樣喺個賽道上面係咁氹朋友，簡直要將平時塞車嗰種唔舉一次性釋放曬出嚟，哇！正到爆！係因為卡丁車嘅底盤咧係非常之低嘅，咁所以啦，當你滿足氹朋友嘅時候咧，你可以感受到種貼地飛行嘅感覺，哇！呢種地板油啊，哇！真係正到爆呢種，真係正到炸呢種感覺，真係爽！嗱，呢個咧。這裡就有我的成績單，我最快圈速就是42秒，看到42秒，其實已經慢了，想當初我在秋名山送豆腐的時候，想一下吧，說笑而已，咁啊，話翻啦，嗱呢度賽道啦，同埋車上面啦，甚至乎係個人啦，咁啊安全措施已經係做到非常之足嘅。咁而頭盔啦、安全帶啦，各方面質量都係非常之 OK 嘅。咁當然啦，如果係啱嚟到呢度，即係唔係好熟嘅朋友仔咧，咁啊當然係要慢慢咁樣跑翻兩 round 係嘛，咁然後再慢慢揸先至會更加安全嘅。咁如果有想挑戰我嘅，都可以叫埋我嘅。好啦，當你喺度玩完之後咧，如果感覺到頸渴嘅話咧，想坐一坐休閒下嘅話咧，樓上就有一間清吧，走帶你哋去睇埋啊！嗱，喺上呢個清吧嘅時候咧，其實你經過呢啲樓梯間，你會留意到咧，其實周邊咧係有好多呢啲燈飾嘅，即係佢晚黑咧，依家睇可能冇咩感覺，但係其實晚黑嘅時候咧都幾好睇嘅，咁啊有佢提供嘅菜服啦，喺度影翻幾張相，其實都。很有 feel 噶，好靓噶！上翻嚟二楼之后咧，就系呢个收银台买飞嘅隔篱呢度咧，就系一间清吧嚟噶啦。嗱，咁喺呢度啦，有住各种嘅饮品，而且咧酒品啊，亦都系非常之齐全噶。又见到哇，几多啊！所以咧，任君选择啊！嗱，嚟到呢度之后咧，其实地方系比较阔落噶，不过可能因为依家日头原因啦，少咗啲灯光点缀咁样，所以可能。feeling 啊，爭翻啲，但係唔緊要嘅。想嚟感受嘅朋友仔咧，都可以過嚟感受下嘅。嗱，我啱先咧又見到咧，原來愛麗絲府嘅本地郎開天優都有嚟過噶。嗱，喺度點翻杯嘢飲之後啦，就可以坐喺度啦，望下我哋車手賽車啦，又或者可以上嚟我哋嘅海珠之星摩天輪呢度休息下。如果時間啱啱好嘅話，你哋仲可以喺摩天輪上面欣賞下斗門嘅日落，都係另一番風味嚟噶。好啦，以上啦就係大信空中卡丁車嘅全部內容啦。今集咧就介紹到呢度。如果中意呢片嘅朋友仔，記得俾個 like 我哋，然後訂閱埋我哋世紀有一啖區呢個 channel 啦。好啦，我係 Kiki， 我哋下集見啦，拜拜。